级汽车。危险的山洞。恐龙化石一定就在附近。就是这里。哇，找到恐龙化石了。怎么了？不好，救命啊！啊，怎么回事？我被困在山洞里了，快救救我！猴子教授，我们马上就到。哥哥，是时候召唤超级汽车啦。嗯，没错。调皮的挖掘机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出发吧，挖掘机，调皮的挖掘机，向前冲，挖掘机，哐哐哐哐，挖掘机，挖掘机有力气，伸出长长的手臂，举起我是 Go！ 大石头挖呀挖，小石头挖呀挖，硬硬土块挖呀挖，哐哐哐哐挖呀挖，挖掘机向前进，大大铲子最坚硬，不放弃也要努力向你靠近。找到了！太好了，你们终于来了。嗯，我们快出去吧。小心。幸好大家都没事。可是出口被堵住了。这里的氧气越来越少了，我们必须快点出去。是时候升级了，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形态，铁臂挖掘机。想挖豆腐，有趣又轻松。敲石头想变魔术，请大声欢呼。全都不见了。哎呀，走错了。再来一次吧。挖掘机手臂多，一二一二三，寻找出口挖呀挖，马上就到达。什么障碍都不怕，我有大铲子，嘿嘿，随到挖呀。真是太谢谢你们了。小意思小意思。啊，挖掘机呢？我在挖洞洞。啊，别挖了。超级
车，最强升级。陨石袭击。朋友们，我听说这次的流星雨是100年才出现一次的哦。真的好期待呀。根据我的调查，贝勒森林就是最好的观测点。那我们快点走吧。快点。到了到了，就是这。我来搭帐篷。我们来准备食物。我来组装望远镜。皮皮小心。流星雨观察小队准备 go。 看见流星雨时一定要记得许愿哦。哥哥，这个是什么？不好，是一颗着火的超大陨石。超大？有这么大吗？根据计算，比一栋房子还大。让我看看这颗陨石要飞到哪里去呢？是贝勒森林。贝勒森林有危险，是时候召唤超级汽车了。铁臂挖掘机，装甲消防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是来看流星雨的吗？看什么流星雨啊！快跑，你们有危险。没错，有一颗带火的超大陨石正朝这边飞来。没时间了，大家快走吧。我不信，一定是你们搞错了。我们还要许愿呢。真的有大火球。大家往这边跑。好陨石好像一颗大火球，好可怕。小心，森林现在有危险。怎么办？别担心，超级汽车来帮忙，随时准备好战斗，守护森林的安全。举石头，瞄准目标甩出去，要用力，飞呀飞，大大石头击碎你，一个接一个发射，陨石打不坏。看我的，消防车，灭火救援最无敌，最无敌，超目标，水枪大炮准备好，准备好，砰砰砰，大大水球熄灭你。一个接一个发射，哎呀，大火灭不掉。怎么办？陨石越来越近了。我们再试一次吧。我们一起升。加速度，石头旋转飞出去，好快啊！加能量，水球变大喷出去，好强啊！大陨石轰隆轰隆被击碎，变成小小的火球，哗啦哗啦被熄灭。成功了！太好了，贝勒森林安全了！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！雪山救援！哟呼，看我的！哇哦！
快来追我们！啊！救命啊！啊！皮皮小心！皮皮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皮皮，你的样子好搞笑呀！我们继续滑雪吧。不好了，皮皮，是雪崩！快跑呀！救命！这儿发生了什么事？哦，是雪山发生了崩塌。雪山距离小镇很远，应该没有危险。今天早上皮皮还约我去滑雪呢，幸好我没去。不好，皮皮有危险！召唤超级汽车！雷达警车，铁臂挖掘机，超级汽车出动！咦，怎么找不到皮皮呀？是不是被埋在雪下面了呀？我们必须尽快找到皮皮，交给我们吧！雷达启动，开始挖掘。雪山在崩塌，白茫茫的看不见，大雪哗哗下，怎么办？第五，我来啦！搜救行动交给我，雷达滴滴响，发现了！哐哐哐，我来啦！挖掘任务交给我，挖呀挖呀向下挖，哈，找到了！皮皮，你没事吧？不见了！快去救阿布！让我们欢迎小丑！哇，
好激动呀！小丑，你怎么了？我不小心摔进了箱子里，腿受伤了。啊，好大一个包！我可能没办法给大家表演了。没关系，小丑，你先在这儿好好休息，演出的事交给我们吧。召唤超级汽车！跳跳出租车，铁臂挖掘机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好激动啊，我的表演一定非常精彩。切，我才是最棒的，让我第一个上。我先。停，别争了，演出需要大家的配合才能精彩。你说的对。更适合帅气的我，全都很适合，您就是这条街最帅的车。真的吗？那我全都买了。嘿，雷克警长，你选好要买哪个轮胎了吗？我再看看。我要买这个。雷克警长，你怎么穿了防滑轮胎？因为它很酷啊，但现在是夏天，地上有没有冰用不着。为什么会有冰啊？你看那边。寒气弹发射。这个声音是麦特博士。嘿嘿，没错，就是我，看招。我要把小镇全都动起来。嘿嘿，快呼叫指挥中心。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
麦特博士发明的企鹅车正在冰冻小镇。啊，要赶紧阻止它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！超雷达警车，雷车！火箭赛车，旋风！土地挖掘机，酷宝！超级汽车出动！企鹅，企鹅，天上花呀，尖尖嘴巴喷雪花，冻住喷泉，冻住花园，全部冻住，哎呀呀！准备救援，快快快！大大冰块撞不开，举起铲子敲啊敲，冰块敲碎了。我要去救其他人了，那我们继续追。赛车赛车向前追呀，左面右面来包围，脚下一滑转呀转呀，一圈两圈晕晕晕，警车全力冲冲冲，瞄着目标再发射，一座冰墙变出来，糟糕挡住了。又没抓到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企鹅企鹅肚子大呀，摇摇晃晃慢吐呀，赛车赛车跑得快呀，加速追上啦啦啦，警车警车准备好，发射大网困住你，挖掘机呀哐哐哐，冰墙倒下啦，企鹅企鹅打喷嚏，安全稳住啦。气死我了，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抓到你。哼。哇，我突然觉得你的轮胎真的很酷。那当然。花园大道。哇，公园里的花好漂亮呀。雪莉，我们一起和小花拍张照吧。好呀。哦，花儿怎么消失不见了？啊、哦？哇，小花，让我问你香不香？怎么回事？小花们，来喝点水吧。有人把花都偷走了，啊，是谁呀？哈哈，是我，麦特博士。我要让整座城市的花都消失。去吧，我的鼹鼠车们。原来是你们在捣乱，可恶的鼹鼠车。我得想个好办法。有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发生大事了，我今天早上起床后吃完早饭想去花园里散散步。妮娜，你快说重点。重点就是城市里的花都被鼹鼠车偷走了，我需要大家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
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别跑，花园里留下头，躲藏在土地下，悄悄地偷偷躲，一眨眼不见了。咦，去哪儿了？出租车蹦蹦跳，挖掘机挖洞洞，消防车喷喷水，让我们把你抓到。水泡快发射，对着洞洞喷呀喷，大大轮子跳高高，对着洞洞踩呀踩，小偷小偷别想跑，完美配合抓住你。哦，还有两辆鼹鼠车，继续行动，加油！当我数数几个洞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向下发射水炮弹，打水打水哗啦啦，小偷全被冲出来。呵呵，可恶的鼹鼠车，这就是你们的下场。花园里少了好多花呀，没关系，让我们一起把花园变美吧。嗯嗯。泡泡灾难，我的洗车店开业了，今天洗车免费。哇，免费到了，快来排队吧。大家在这干什么？听说是免费洗车。哇，这么好的事我可不能错过。喂，你们刮花了我的油漆。对不起。你们小心点，差点撞到我的宝宝。对不起。喂，老兄，你是不是插队了？你可别乱说，好好排队，别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滴滴滴滴滴。今天排队的汽车真多。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家别吵了，快停下来。妮娜，你快看，糟糕，我忘记把清洗剂拿下来了。快跑！救命啊！哎呀，现在可怎么办？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洗车店产生了大量的泡泡，已经开始淹没街道了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快消失，发射水炮弹，
用力用力冲冲冲，街道畅通了，前进！汽车汽车在哪里？被大马淹没。行人行人在哪里？困在逃跑里。我们分头行动吧。好的。伸出伸出我的大铲子，对着泡泡挖呀挖，挖呀挖呀，挖出挖出两个小汽车，一辆公交车。哇！弹弹弹弹我的大车轮，跳进泡泡里。哟吼！大家大家快快抓紧我，向上跳呀跳，跳呀！你们看，房顶上、树上、花园里，还有好多好多泡泡呀！大家都来帮忙，让泡泡消失吧！泡泡泡泡快消失，用水冲一冲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轮子踩一踩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挥挥大铲子。泡泡泡泡消失啦，到处亮晶晶。不小心了，真是抱歉，给大家惹麻烦了。没关系，妮娜。对了，今天还有免费的洗车活动吗？当然有，不过要好好排队呀。海底寻宝。今天天气好，古堡上班了。最棒的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。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，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怎么挖不动了？难道是什么宝贝？呀，是张藏宝图。宝藏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嘿嘿嘿，那一定是我的。嘿嘿嘿，刚好试试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靠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嗨，酷宝，好久不见。贝勒湖、开心湖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！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宝藏你在哪？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、珊瑚和海草。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
开启雷达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，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啦。终于找到了，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，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轰隆隆，追呀追呀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雪峰快跑啊，我来帮你。追着目标游啊游，发射大王咻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再来一次不放弃。鲨鱼鲨鱼有尖牙，妖魔大王他才怕，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他。我又失败了，是个奖杯。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恭喜你，库珀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哦。大战暴龙装甲车。哇，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哦，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。哦，哇，看起来好酷啊。哎，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。库珀。让我再看五分钟，要不三分钟也行啊。暴龙装甲车，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暴龙装甲车，哦，酷宝。对不起，阿力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咦，怎么回事？小心！是暴龙装甲车！酷宝，快跑呀！电影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阿力、库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暴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跳车阿力，铁臂挖掘机库宝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挑起来，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。不许你伤害大家。大钩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，一
二三上后拉，哎呦逃跑啦，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滚出泥，站住别想逃，糟糕，大蝉子哇呀哇哇出个大洞洞，等着你快靠近，快用掉进去，滚筒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雕像吧，哈哈，成功了，快开始修建大楼吧。我举起挖呀挖，再吊车搬呀搬，转搬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，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啦。哇哦，大楼比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怎么回事？给我停下！快停下！失业的垃圾车。胖嘟嘟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，你看。啊，奇怪。洒水车爷爷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你来晚了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来了一辆垃圾车，是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收走了。哼，哪来的垃圾车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是我发明的怪兽垃圾车。嘿嘿，去吧，把所有的垃圾都还给他们。啊，到处都没有垃圾，看来大家不需要我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天空在下垃圾雨，你们看。原来是怪兽垃圾车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房顶上树上池塘里到处都是垃圾，我们该怎么清理呢？如果这些垃圾能聚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小事，瞧我的。脏兮兮，到处是垃圾。我是铁臂挖掘机，举起大铲子，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大街小巷的垃圾收集在一起。好棒呀！垃圾堆成一座山，大家别慌张，我们一起来清理。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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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垃圾全都看不见，街道变干净。快看，那边还有垃圾。
快出垃圾车！姐妹们，快追！天空下起垃圾雨，大家要小心。左边右边来包围，一起困住你。看我的石头！咕噜咕噜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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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噜噜噜，大把石头困住你，喷不出垃圾。垃圾垃圾都清理，城市变干净。大家辛苦了。奇怪的狂风车，今天的天气真好呀。我也喜欢这样的好天气。今天的太阳暖暖的，可真舒服。阿丽。发生什么事了，乐嘟嘟？我的风筝挂在树上了，你可以帮我拿下来吗？没问题，不过今天没有风，不适合放风筝哟。你看风来了。救我阿丽。乐嘟嘟坚持住。怎么突然刮起这么大的风啊？我可不能让你们享受好天气，让你们知道狂风车的厉害。小心！奇怪，到底是哪儿来的风？大家快躲到房子里，呼叫指挥中心。为了活，城市里出现了狂风车，你们看，救命呀！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，我们要赶快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出动，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吊车阿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汽车天上飞，危险危险快帮忙，长手臂伸出去，吊车咔咔有力气，大大个子甩呀甩，别怕我会抓住你，我来接住你们。大铲子转呀转，挖掘机的手臂多，哐哐哐哐准备好，一二三我全接到，救命来了，翅膀扇呀扇，救护车来保护你，飞飞飞到你身边，紧紧抓住跟我走。大家都安全了吗？狂风车又来了，我们必须让它的风扇停下来。有了，用蜂蜜把它粘住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失败了。没事，我们再来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他的风扇被粘住了，我们成功了。什么？竟然失败了？这不可能！狂风车，给我继续转起来！大嘴贪吃车，很不
度，你买了什么？不能说，不然明天就没有惊喜了。咦，大家怎么都在准备礼物呀？你忘了吗，酷宝？明天是贝勒小镇最有趣的礼物交换日，大家用这种方式表达友谊与感谢，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一天哦。哦，那你也准备了吗？咦，当然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不多不多，这个给安琪，这个给亚米，还有雷克、高迪、小美。哦，我忘了准备旋风的礼物，我先走啦。再见，我也得好好准备跟大家交换礼物。交换礼物，嘿嘿，我要把你们的礼物都抢过来。贪吃车，该你登场啦。哇，今天可真热闹啊。送给你，乐多多。谢谢，我也有礼物给你哟。呼噜爷爷，谢谢你平时帮我浇花，这是我做的酱萝卜。哈哈，太感谢了。嗨，酷宝，你要和我交换礼物吗？等一下，难道你没准备礼物？当然准备了，不过要等到天黑哦。哦，听起来很神秘呀。我的礼物！嘿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的礼物！我的酱萝卜！哈哈，他们都是我的啦！哼，好生气呀！肯定又是麦特博士在搞破坏，我们呼叫指挥中心吧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！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一辆奇怪的汽车正在抢大家的礼物。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跳跳车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有道理呀、啊！没错没错。哇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穿鞋。你们看我，嗯、我是不是很美呀？疯狂的植物，疯狂植物车，第99次实验开始。司机，成功了！有了这个发明，我肯定能打败超级汽车。去吧，疯狂植物车，让贝勒小镇的植物变得疯狂吧！哈哈哈。
帮我拍得漂亮一点哦。能帮上你的忙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全能收割机包围，铁臂挖掘机酷跑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是我们，恭喜你们任务成功。